你们有看过这个卡通吗？我看一下。没有，我今天的扑克牌特别，我故意拿这个什么卡通的来，你们最喜欢的卡通来。七龙珠，没有错，它就是呢，超神奇的七龙珠。它最强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龟气派。龟派气功。哦，龟派气功哦，我念错了吗？龟派气功。好了，算了，那个都不重要了。重要是我们今天要变一个超神奇的魔术。好，其他的同学请回去坐了。我们现在变一个超神奇的魔术。啊，是的。好了，坐好了，来开始了。这边请你随便选一张牌，不要给我看到哦。好，自己看就好了，好吗？好了。好，你可以给同学看，可是同学不要讲哦。好。不要，不要，嘿，不可以讲哦。我不讲了。跑到这里，好了吗？你看好了。好了。好了，来给我，我可以转过来了吗？其他的同学回去坐好。其他的同学回去坐，我们转过来了哦。好，现在我要变一个史上最强的魔术，就是把观众的这一张牌，我把它放到牌的中间来，然后找出来。不用急，不用急，好，我已经放进去了哦。哎，把它放到里面去了。好，放好了。接下来，仔细看哦，你要看仔细哦。只有瞬间哦，眼睛千万不要眨。哦吼！我眨了。我已经把你的牌呢从中间弹上来了。请问你相信吗？屁呀，不可能的。真的假的啊？太小看我了。开始了吧？你的牌，请问是这张吗？不是。不是，确定？不是，真的不是这一张。看你呀，我看你。哦，没有，我知道了。我刚刚呢变的时候变错了啦。我想我已经把它变到下面来了。你把牌握着，我从这边抽出来好了啦。我把它变到下面来了啦。好，请问是这一张吗？不是，还不是。啊，不然是哪一张？什么吗？变蟑螂，变蟑螂。好，请回坐了。变是蟑螂出来。请回坐，变。变是蟑螂出来。变是蟑螂。刚刚出来嘛？刚刚有一个同学这样子哦。